祝点赞及长按点赞三秒的朋友早日脱单，一切顺心。自从打了第一针疫苗就被他吸引，为了见他借了身份证打了20多针了。好家伙，都是李小子偷别人身份证打疫苗。有一说一，我也想起偷身份证了。今天陪闺蜜吃饭，她一个人就喝了2瓶菠萝啤，回家的路上都是虎虎生风。好家伙，她这是喝醉了，还是一下子风太大吹的？要不是有摄像头，我说什么也解释不清楚了。我就想问问，哪位干部经得起这样的考验？我们老师素颜的样子太美了，男生们上课根本无法走神，想看看你们老师的样子。美女，你口口声声说你没开长腿特效，我就想问问你背后的可拉伸广告牌是用什么材料做的？师傅，这个电脑什么时候能修好啊？马上！你怎么老擦汗呢？美女，你这屋有点热呀，能把空调开吗？空调都开17度了，最低了。那行吧，那我马上给你修了。兄弟，你这不行啊，啥都没干呢，就老出汗。小姐姐，下次你找我，我好不出汗。女孩子在一起，我跟你们讲聊什么？你们以为女孩子天天聊吃、聊衣服、聊美妆、化妆品吗？还真没有，一般真的都是聊虎狼之词。尺度绝对不比你们男生之间聊天内容少，这估计男生都不知道这女人之间的秘密。好家伙，我要是知道，我就不是男生了。